我是新加坡福清会馆主席林芳华。我们新加坡龙脊乡亲对祖乡故土有着最深厚的感情。自中国开放以来，我们每年回去怀乡祭祖，很多乡亲回乡投资，也为家乡做公益。每次回去，我们都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祖乡巨大的变化。在政府英明领导下，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富裕，城市变样，山川更美，故乡经济发展迅猛，人人都心情舒畅，安居乐业，一片祥和景象。现在中国凭借着雄厚的资源和惊人的实力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。作为海外华裔，我们深感自豪和骄傲。在此，我仅代表在新加坡的龙脊乡亲，祝愿中国越来越强大，祝愿勤劳智慧的各族民众生活越来越好，祝愿我们的龙脊乡亲日子越过越幸福。